教育世家。一点看不出来。现在年轻人讲究穿衣自由，您见过的大风大浪就多了，相信您不会以貌取人的。坐坐坐。哎呀，你们俩这么一来，我把你拿出去吧。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，可有一半是我不能吃的。打扰您了，爷爷。多大了？29。29，快30了。还没到呢。那也不小了。爷爷，星辰啊，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，事业心有。我问你了吗？我呢，本人是军人出身，我们家呢也是书香世家。清澈呢，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是优秀生，相当的优秀。现在事业上呢干得也不错，用时兴的话讲呢，叫做财务自由。清澈确实很优秀，苏爷爷能教育出这样的孙子，令人佩服。我家是教育世家，我是学医的，现在想要继续进修，创业赚点学费。哦，教育世家。但是从穿衣打扮上来看，一点看不出来。现在年轻人讲究穿衣自由，您见过的大风大浪就多了，相信您不会以貌取人的。哎，那个，我看一下张妈今天煮的什么汤呀？哎呦，西湖牛肉羹，这个爷爷您爱喝的，来来来，给您盛一碗。闻着好香呀！啊，哎，这个菜呀、都是时令蔬菜。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啊？目前是红尘滚滚滚品牌的合伙人，旗下主要经营的产品除了女性用品、内衣睡衣以外，还有一些装扮产品。呀，爷爷，这是斐木棋盘吧？行家呀，懂棋，略懂一二，可以陪爷爷手弹一局。请。好。你确定你要跟他相亲？放心吧，我给你丢脸的。不是，想了待会儿就知道。爷爷您请来。先黑后白，女士优先。行。宋星辰还会下棋呢？那当然了，他可是国家围棋二级运动员，他保送高中那会儿就……是吗？他在干嘛？哦，他陪老爷子下棋呢。他又手贱啊，这怕是要得罪苏老爷子呀。哎，怎么会呢？老爷子喜欢有人陪他下棋，这可是加分项。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宋星辰在围棋上叫起进来，那可是六亲不认的。啊？往这儿，这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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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等，我这眼睛有点花，你知道了？爷爷，落棋无悔啊！您可是老革命，不能说话不算话的。什么叫悔啊？我这是尝试不同的下法。该你了。哎，吃的。好。四喜老弟啊，
吃仨。哎呀，爷爷，我输了，下次您就让我几个子辈，不然就是欺负小辈了。呀，别那么没自信，努努力还是有赢的空间的。我看别人下棋啊，最多往后看三步，您这是看全局啊，心服口服，厉害厉害。那是。爷爷，我出去一下。我是谁呀？带兵打仗，我不看全局，我能排兵布阵吗？那是，您这水平，一如既往的稳定。星辰这放水都快给您放成海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有发言权吗？你连五子棋你都不会下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呀？哎呀，不过这个丫头呢，棋力还是不错的。